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，只要 tune in 九八八，你就可以听到最新嘅九八八广播剧。九八八制作。Lives are all different, and yet the same. Forty-five 度角超级彗星，编剧陈全能，下集。我系乖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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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唔好搞怪，因为我哋老友乖乖。乖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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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鬼咁叻小姐。我系四姐，大家唔好紧张，一个一个嚟。慢慢嚟，小心梯级。我是超级鬼星，我一定会逐一逐一咁接受你哋嘅访问噶。咁字唔忙都几难啊！多得你嘅小星星。唔使客气，有钱大家真系就系揾啦。啊，你等等，你等等啊，佢先。哎呀，请问鬼咁靓小姐，你对人间有咩期望啊？你中意人定鬼啊？我爱你。鬼咁靓，我爱你啊，我爱你啊！星星嘅鬼边个嚟噶？唔知啊。啊，各位记者啊，因为人群众多，你嚟坐低先，跟住再回答你的问题，好吗？我在这里真的要多谢你们的支持和到来的。正话呢、你们都听到我长气沉气的介绍啦。现在你们当然有很多疑问的啦。这点我都考虑到。所以超级鬼星鬼咁靓小姐呢已经准备好 FAQ 为大家解开负担不是揭开谜底的啦。有请超级鬼星。多谢主持人兼我最亲爱的经纪人兼好拍档好朋友。冇佢我冇今日啦。我喺度想藉住大家嘅掌声送俾佢。乜说话咧？多谢晒你嘅小星星。OK， 你哋一定好想知道我喺边度嚟噶？系，答案就系地狱。我系你哋人间唯一嘅鬼。静啲嚟，静啲嚟。我的原名叫做十分靓鬼，在地狱那里做网上生意，间唔中教下啲鬼做瑜伽，因为有很多鬼生前都冇乜做运动噶，落到地狱咧，十时间又觉得冻，十时间觉得热，好多鬼都顶唔住噶。你睇下我的身材几靓，就是咁样练出嚟噶啦。哇，鬼咁靓小姐，咁你第一次嚟人间，你最中意食啲乜嘢啊？其实咧，我已经在人间秘密咁训练咗一年，我先出道噶。啊！嗰首歌我哋仲请咗一位美国灵媒帮我哋作曲填词，请大家要记得多多支持《寿终正寝》呢张 EP。超级鬼星啊，我一定会支持你噶。唔该晒。你做乜做错队？你想做咩？我真系好中意你噶。你唔好捉住我只手。你想点啊？你唔好乱嚟啊！你只手好白，好香啊！我想你射答我。你冇乱嚟啊！我冇乱嚟啊！我只系想同鬼咁靓一齐啫。好，冇问题。你叫咩名啊？我唔要你问我，我要超鬼星问我。好，冇问题。超级鬼星，你快啲问啦。好。你放下我只手先，我手好痛啊！我痛嘅话，我点问你？对唔住啊！你叫咩名啊？来自边度啊？吓，我叫史凡斯，今年38岁，我系李子。阿神一跳，马上捉人！你点样捉我？我有冇做错事？我爱你啊，鬼入你！请直答我啊！你冇事啊嘛？冇事冇事。哎呀，冇事好啦。对唔住啊，咁多位记者们啊，睇嚟鬼咁靓小姐嘅精神咧唔系好稳定。头先个手咧又整伤咗，今日记者会咧到此为止，唔好意思啊。你啊，鬼咁靓小姐行啊，呢边吓，行呢边。我冇事，点解话我有事啊？傻女嚟嘅，冇事啊，边有人肯诉你啊？所以冇事都要作到变大件事，一于吊大家嘅人。正所谓得不到永远是最好，慢慢学得衰鬼。
爸爸制作，超级鬼星。下次不要再来啦！你们没太过分啊，为什么要阻止我见我的女神啊？你们是谁啊？不要以为你们大只做虾我啊！我只是想看看我的女朋友啫，我追星这么多年，现在才被我遇到百年难得一见的烂鬼，怎知你们要阻止我见她，是不是嫌弃我配不上她啊？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她的。你是喜欢还是爱啊？不一样的、啊、你算是什么、啊、你是废物来的、啊、屎凡事、啊、你真是死 fans 啊，命都衰过人啊。我是死 fans 又怎样、啊、我就是喜欢她、啊、那又怎样、啊。好香啊，佢隻手好白好滑啊。我爱你啊，鬼咁靓，我哋死都要起埋一齐嘅。小姐，你哋嚟咗点安排段时间上嚟我哋人间 FM 嘅娱乐最潮流，欢迎你啊！你好啊，主持人，唔好咁讲啊！你哋人间最红嘅电台，系你哋俾面我先啱啊！大家咁话呢，我要恭喜你先啊！你嘅 EP《手中情寻》上个礼拜一发行，已经登上亚洲流行榜嘅冠军。请问你有咩感想呢？真系好多谢人类咁支持我，而家通街都识唱呢首歌，所以我相信人同鬼真系可以透过音乐而达到和平。我爱我嘅鬼魅。你的唱法独特，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强烈风格，打破传统的音乐观念，赋予歌曲新生命，连国际唱片监制 John Music 都说你是破格的声音，人间难得的鬼声。请问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？我会拍电影衰鬼我爱你第四场 Shoot for Take One Action。 为什么点解？点解你要呃我？我去死啦！唔好，鬼咁靓，你唔可以死，因为你死过咗。唔准你讲死字，我已经由阴间嚟到人间揾你，你唔好死。Cut! Good take!对，佢咁嚟都收火？你知咩啫？你翻去演艺学校读过啲书啦，呢一啲叫做瓜达拉齐自然写实表演法。吓，估唔到靓鬼竟然识得呢种高级表演，好犀利，好犀利！多谢导演欣赏。啊，快啲啦，我哋仲要去几个活动噶，多谢大家。啊，多谢大家，阿鬼咁靓，爱你哋啊！哇！我是乖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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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唔好搞怪，因为我哋流入怪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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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虽然我不够佢靓，但系冇十分啊，都有七八分啦、啊。而家去都得嘅。点解你会入到嚟噶？我有备用锁匙啊嘛。见你两人冇出门，一定有蛊惑嘅。果然俾我估中咗。你唔好爆出嚟啊！哎呀，都系帮你家姐咋。究竟佢上去做乜嘢？冇嘢。攞嚟睇。都话冇嘢咯。都话攞嚟咯。如果唔系，我畅通大气报警。啊，使乜搞到咁严重啊？哎呀，攞去睇啦。
点解？点解你可以睇到人间嘅网络噶？你翻墙啊？系啊，呢啲小意思嚟嘅啫。原来家姐短短十几日已经系咁红咗，仲做埋超级鬼师。哎呀，你睇佢嘅样啊，抵得佢啊！地狱一日就系人间七日，我都唔知佢会红得咁快噶。哎呀，你冷静啲啦，你想点啊？同我一齐去揾佢啊！我都要做超级鬼师2.0。机啊，开快啲啦！我哋就嚟赶唔切去见市长噶啦。哦，前面咩事？咁多人嘅？哎呀，唔系你啲 fans 咯，快啲兜小路。好好好。啊，估唔到阳间啲人真系咁恐怖。呢啲唔系叫恐怖，叫做热情。你唔好立乱讲嘢啊！一阵俾啲 fans 听到啊，你真系死一百次都冇人听。你同我落车，电话落去车度。佢唔系个死 fans， 佢想做乜嘢啊？快啲落车啊！如果唔系，我就引爆我身上嘅炸弹。吓、啊，你哋快啲落车！除咗鬼咁靓小姐，其他人同我落车。好，好，电话落去车喺度啊！快啲，你冷静啲啊！星星啊，救我啊！冇事，放心。你哋两个行远啲，你知道。冇望啊！好好，拧转身。你想点啊？我冇想点啊！呢度系边度嚟噶？亲爱嘅鬼咁靓小姐，你唔好紧张啊！你咁样嘅话，我都会好紧张起嚟嘅。第一次，我哋都系放松啲，嚟放首歌俾你听，你一定好中意嘅。你想点啊？点解握住我手啊？都话咗呢度系人间哦，人系唔会信鬼有咩神奇力量噶，所以你同我而家系平等噶。我哋可以结婚生仔，人鬼混血儿，一定好可爱噶。求你放下我啦，我咩都可以俾你噶，我咪真系乜都得。唔系我想你嘴我。呢个唔得，点解唔得？你系我老婆啊！你唔好乱嚟。我冇乱嚟啊，我冇啊，好。我俾你自己好好反省下，系咪老婆应该食老公啊？吓！救命啊！我冻，我好攰啊！第几日啦？而家够。老婆仔 啊，你见点啊？我知道你已经好痛饿、忧惧，所以我呢几日好辛苦先至揾到元宝蜡烛嚟俾你食噶。你系咪好开心啊？攰。你都话好啊，嚟啦，我喂你食元宝啦，嚟你食。喵啊！老婆仔啊！你咪要我啊！我想饮月巴克。呢度好似冇喎，不过如果你嘴淡我，我就帮你买。要。你唔好唔要啦，你嘴淡我，我就放你走啊！真嘅。今日老婆仔话事。你靠过嚟。你老公仔好开心啊！我系鬼鬼鬼鬼鬼，你系我帮你松绑啊，老婆仔你可以走啦。走得快，好世界。
九八八制作，超级鬼星。呢度边度嚟噶？呢次衫，电话又唔喺度。哎呀，你度系边度嚟噶吓？我系超级鬼星，鬼咁靓啊！你哋识唔识我啊？冇可能，佢哋全部都唔记得我噶。厕所喺边啊？啊，嗰度有个公共厕所。冇啦，天花板跌咗落嚟啦！痛死我！哎呀，痛死我！靓鬼，家姐。好心你食慢啲啦。嗯，人间嘅美食真系好食啊！你哋啱啱知道有排你食啦，点解你哋会上嚟啊？仲好讲，你自己偷偷走上人间，仲学人做埋明星，呢条数点计啊？咩点计啫？你理得我啦？鬼爸同鬼妈都管我唔到，几时轮到你？系我帮你呃鬼爸鬼妈，话你同爹爹鬼玩。如果唔系，如果唔系咩啊？家有家规，鬼有鬼规，人鬼授受不亲。你同人做 friend， 仲鬼帮鬼唔好，人间最好。呢啲咁大逆不道嘅说话，我已经全部 download 晒落嚟啦，证据确凿，我会 email 俾鬼差去投诉你。你敢？我一面唔敢啊！哎呀，你哋一鬼小句啦，关我鬼事。好啦，你哋继续嗌，我食雪糕。你好嘢，你想点？哼，我都想红。为什么等了这么久都不见你的经纪人的？哎呀，他会不会不帮我们的？放心啦，他都不知道多疼我。现在你们两个都要加入，我已经为你们想了个团体名了。叫什么？什么？油炸鬼 Deep Fried Ghost。 不如叫咸煎饼啦。你们识什么？人家就要很特别的，况且你们我的超级鬼星鬼咁靓小姐，你好嘛？好耐冇见啦。点解打电话俾你冇接嘅？哎呀，近排有啲忙啊。我都唔喺度，你忙啲咩？咪忙住揾你咯。几日冇见，你依然鬼死咁靓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废话少讲。我想介绍我两个姊妹俾你识，佢系我亲妹，叫做火爆鬼妹猪。你好，我中意写歌噶，我唱我自己写嘅歌俾你听啊。啊？我是鬼鬼鬼鬼鬼，一只灵魂不死的鬼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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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谢晒。你好啊，我叫嗲嗲鬼，我都中意唱歌噶，尤其系唱情歌啊。情歌我中意啊。我们一起学鬼叫，一起鬼鬼鬼鬼鬼，爱在你面前扮帅给，哎呦鬼鬼鬼鬼鬼，我的心脏早已是迷上你的骨灰，你不快点死我就要鬼鬼鬼，好不好听啊？啊，唔错，有潜质。小心啊！我咧就已经帮个团体谂咗个名噶啦，就系、是、鬼咁靓小姐啊，同埋你两位唔知咩鬼，实不相瞒啊。我哋最近咧就唔会再招新人，因为咧我哋已经揾咗新一代嘅宇宙最强超级明星。边个？你好，我系宇宙最强超级明星四爪娃娃 ，UFO 四爪外星人。以为可以一炮而红。哎呀，点知人类系咁现实噶？仲以为小星星对我好亲切，原来都系假噶。唔怪之得啲亲朋鬼友都话人间嘅人比地狱嘅恶鬼更加之恐怖。都系地狱呢度好。哼，仲以为你有几风光，点知都系俾人利用。系你自己要上去噶，我都估唔到人类咁无情，贪新忘旧噶嘛。系啊系啊，前一秒仲笑茄茄，下一秒就变晒脸，连老豆姓乜都唔记得啦。就当系攞个教训啦。
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曾经拥有。是呢，你最叻。梗系啦，就算而家人类忘记我，至少曾经都有人记得我啦。老婆仔，把声咁熟嘅，你就好啦，地狱都有你嘅 fans 啊。粉丝，走啦、啊，都话我哋去边啦、啊，唔走就死得鬼多噶啦。老婆仔，我系斯凡斯啊，就算死我都会记住你噶。鬼咁靓，我爱你啊！鬼星下集，导演陆文飞，配音黄君彦，靓鬼关龙娜饰演，嗲嗲鬼黄秀霞饰演，史凡斯黄俊益饰演，小星星陈川辉饰演，火爆鬼妹关舒云饰演。节目中午12点，只要 tune in 988，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988广播剧。